云锦好，水绿秋山明。2017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在天津隆重举行。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国内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为梦想和荣誉而来的体育健儿们厉兵秣马，论剑金门。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此刻欢腾之声响彻。全运会名健康中国是本届全运会的主题，太极拳等18个群众体育项目首次跻身全国顶级运动会的战阵。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国家对太极拳运动的推广可谓力度空前。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青年智则中国智，青年强则太极强。从专业武术队到高等院校，青春正好的年轻人不畏艰辛，不辱使命，为传承太极大道孜孜不倦，蓬勃向前。大赛在即，紧张的备战氛围笼罩着河北省武术队，随处可见的励志标语时刻激励并鞭策着他们。作为专业运动员，出成绩夺金牌责无旁贷。我们努力了4年，就为了决赛那么一次。无论是对武术还是对全运会的话，都是有一个很大的情怀在。这是我比赛的最佳年龄，我相信我也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我有梦想，因为我想要那块金牌，我想要努力，每天都是我最宝贵的时间，我要加油。武术馆内如火如荼，全运会正式比赛前的最后一场模拟赛正在进行中，裁判计分全部按正式比赛流程，一丝不苟。啦啦队的呐喊助威还原了正式比赛现场热烈嘈杂的环境。河北省体育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魏新焕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每一名运动员的表现。河北省武术管理中心承担了一金两牌，武术套路的金牌是7块金牌，30几个省去争夺这7块金牌，前12名运动员进入决赛。别说争夺金牌了，争夺奖牌也很难。其实能够进入全运会决赛的每一名运动员，他都是英雄。太极拳运动员具文新正在场下全神贯注的热身。作为河北武术队唯一进入太极拳决赛的运动员，他将代表河北出征全运会。5号上场。具文新呢，他们这一批是河北武术第一批太极运动员，在上一届全运会当中呢，他取得了第3名，那么在去年呢，他取得了世锦赛冠军。确实在管理运动员这里面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因为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好，也是劳损有伤，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用一句话来讲，应该是冰雪聪明，心里有数。这个孩子就是说呢，从这个身材外貌到这个运动机能，是吧，也包括内脏的这个功能都非常好，把它打造好了以后，绝对是有一种带有特色的运动员。那作为具文新来讲呢，在天津的全运会他也是要去冲击奖牌，甚至于要去努力去冲击金牌。
成功。啊，卡文聪，啊，卡文聪现在不是最佳状态。啊，还有18天，啊，我想这18天够用，对于你来讲够用。我们竞技体育，啊，还是要你的训练，你是什么一个状态？你在你的比赛当中，你表现的就是一个什么状态？鞠云欣，啊，今天也非常优秀，啊，难度全部成功，啊，非常优秀，表现也非常好，啊，再继续努力吧，好吧。太极拳正式成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演进，竞技太极拳融汇了传统太极拳的精要，保留了传统武术中手、眼、身、法步等外部形态，但规则则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难度化，更适合现代体育竞技模式的艺术表现和量化评分。那么作为竞技太极拳也好，太极剑也好，它的视觉的冲击力、视觉的享受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它是跟任何一个奥运会项目可以去比美，可以去比它的更高、更快、更强，高难新美伟都能达到。它具备有规范性、可比性，还有观赏性，只在这一点上，竞技就不同于传统太极了，是吧？所以说，这竞技太极的发展，应该在太极史上，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应该，载入太极发展的史册。精妙的套路和音乐编排，精致的妆容和服装设计，精准的高难度动作表演，竞技太极拳比赛宛如一场华丽的文艺演出，赏心悦目。在这个赛场上，美是必须的，没有技术支撑的花拳绣腿就毫无意义。同声踢腿那个是312B+8，它的要求是悬垂腿要伸直，脚尖要触及前额，落地以后不能出现一丝晃动，出现一丝晃动就是0.1，这个难度就没有分了。还要漂亮，不能呲牙咧嘴的做。传统太极它要求的是含胸拔背，含胸拔背的劲儿可能会有一些过，但是竞技太极它要求的那个是亭亭玉立的那种美劲儿，女孩子们就不能这样走了，就有点太过了，所以它也是沉肩坠肘、松腰敛臀也是这种要求。但是你看，就好像我们说抱一个球，这么点的球也是球，这么大的球也是球，我们要把这个球抱大一点，撑得饱满一点，无过而无不及，不能让它太长太大了，就不是太极了，就不是这个球了，也不能太小，这样就没有看头了，这样就丑了。所以我们要取一个最美的角度，这个组合啊，这个呢也得把它做清楚一点啊。但是你说像这个动作吧，全国也有的是，但是你要说把下一个像这种动作，全国可能就少。让我再做一遍，您看一遍。嗯，好嘞。一套动作呢大概3分钟到4分钟，这里边有的时候这个动作变化，特别是好多后边的沉式动作的发力，为了上气氛，是吧？为了增强这种观赏性，他要上气氛，就运动员确实要付出很大的这种体能。有时候我们运动员一套下来以后，心脏次数可以达到180多次，180次以上。所以说这是传统太极是不能有，竞技太极应该是对运动员的心理和身体的一个极限挑战。生在中国我就觉得很幸运，因为现在中国的体育是举国体制，我们在这儿就是举省体制，因为全都是国家培养、省里培养，有累了有理疗师，比如说放松呀、按摩呀、水疗这一类，
这都是完全是保障我们训练的。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很好，才能塑造我们一个冠军呀，一个高水平运动员呀。每天那个训练完了之后要注意那个冰敷，咱们尽量的就是减少损伤，省得这么要扎这么多地方多疼啊。休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给你拔针了啊。好，好，谢谢大家。正好睡会儿觉。单腿支撑，摆腿收腿，右手收，对，手臂跟腿向远处伸展。我从2005年来到省队，然后到现在已经12年了，然后每一天都要过来扎针，因为运动员确实挺不容易嘛，因为我们有好多难度动作，旋转的呀，摔叉的呀，因为竞技嘛，突出高难性没稳，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家常便饭，有伤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吧，即使是有伤也要天天带病的去训练，有伤要积极去治疗，然后治疗完了接着练。运动员勇于拼搏、乐于奉献的专业精神，训练、科研、医疗一体化的科学保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多位一体的推动了起步较晚的河北竞技武术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竞技太极拳也脱颖而出，取得了骄人的战绩。2007年年初的时候就成立了太极组，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是有2位世界冠军了，一个是岳雷军，一个是鞠云新，还有7-8个运动员呢拿到了全国冠军，有10几名运动员通过了运动健将。就是我们说太极讲究是10年不出门，就是我们用了短时间的取得了一些成效吧。这位俊朗帅气的小伙子就是河北武术队第一位太极拳世界冠军岳雷军。2014年第一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在中国成都举办，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297名运动员同场竞技，16名运动员身披国字号战袍代表中国出赛，岳雷军就在其中。首届太极拳世界锦标赛举办地选在中国意义深远，要把古老的中国文化以现代竞技的方式告诉世界，岳雷军信心满满地走向了赛场。准备我上场的时间，当时是没有声音的，就有一个小女孩喊了一句中国队加油，非常稚嫩的声音，一个小女孩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全场都跟着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突然哇，感觉不是压力感，是使命感，我必须比好，没有理由比不好，我真的是代表中国出战了，就是这种感觉。站上领奖台，国歌奏响的那一刹那，自己的心头一震，感觉我完成了，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开心。军人列队，然后给我们升的是我们中国的国旗，在中间，在最高处，是这样一种感受，特别棒。然而，走下领奖台的世界冠军所面对的，并非鲜花盛开的阳光大道，因为伤病，正值当打之年的岳雷军不得不离开赛场，告别专业运动员生涯，从此他不再是流光溢彩的舞台上那个最亮的焦点。我的腰伤是在18岁的时候照片子的时候诊断出来的，本该活蹦乱跳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带着伤病了，这点说起来又哭又笑的。走上领奖台，走下领奖台，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转换，现在算是走下领奖台了，一切呢从头开始，一条新的道路，
当然也是和体育事业有关嘛，而且还是就是和武术息息相关的，所以还等待着我再去发展，再去挑战吧，又是一条新的道路。王艳萍，首先啊，我要求的是按照职业运动员的精神去训练，完全的把每天的训练计划高质量的完成，不要怕吃苦，不要怕流汗，做到成功的完美的完成套路去比赛，好吗？好，我一定努力。好。秉持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理念，十三届全运会把太极拳等18个群众项目纳入其中。我要上全运的群众海选，把全民健身的热潮推向了沸点。武氏太极拳传人王艳萍过关斩将，幸运地拿到了全运会的入场券，开始了在河北武术队的魔鬼集训。所以说啊，这是咱们转的时候，你转的身下，你转的时候你不能说老用脚跟这样不行，那哎先提一下腰往上提一下，然后再沉下来，它就不容易失误啊。不是看着是转脚，实际是用腰带脚。用腰带脚，哎，对了，你这样以后它就稳了。对对，这样就稳了。虽然像个穿破纸一样，但是你不捅它破不了。像我练了20多年了，感觉这个一练，听王练一说不会练了。这个像我们传统的，像这个腿的要求吧，其实它踢到跟腰平就可以了，但是竞技的不行，竞技的踢起来必须得给肩平，这是一个难点。再一个还是刚才说的一种表现力。要彰显出来，它也不单单是因为这竞技的，不单单是一种健身的方法，它还有一种就是向更高的追求，一种美的体现，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对于已经年过40的王艳萍，竞技场上的美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概念，而是若干无情严苛的数字硬指标，降体重就是每天必过的一关。来的时候是140多斤，那时候就魏练也是一直说，一白遮千丑，一胖毁所有。你要说脱胎换骨，确实是瘦了很多斤，尤其是他的另外一个姐妹王少君，这个王艳萍也降了10来斤，王少君呢降了26斤，在短短的不到4个月的时间。练完之后就这个腿不是自己腿的，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就难受了，就醒了之后有时趴在那儿睡，有时候实在不行了下来地活动活动，然后再躺那儿睡。哎呀，那时候感觉是反正是对自己感觉也挺佩服的，熬过来了。13届全运会女子组武氏太极拳46式比赛共有10名选手参赛，王艳萍第7个出场，她顶住了压力，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将太极拳的精气神儿展现得淋漓尽致。获得金牌的是河北队王艳萍。最终，王艳萍以9:33的成绩获得冠军，为河北省在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中摘得首金。最后他们的精神和我们职业的运动员的精神是一样的，作为河北省武术的精神口号就是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最后他们自己也在高喊着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最终呢也是完成了比赛的任务。站到那个最高领奖台的时候，那心情肯定是无比的激动，感觉这一切付出换来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所以到时候我就想着把这种传统的太极拳内在的东西和这种竞技的外在的然后结合到一块儿，打出那种让人一看就是有一种形美感目、审美感心的那种感觉。2017年8月28号，第13届全运会进入第1个比赛日的争夺，备受关注的女子个人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可谓强手如林。
卫冕冠军天津队的于萌萌得地利人和，气场全开，表现异常抢眼。优美灵动，太极拳的神韵和竞技武术的高难相辅相成，在艺术感染力上独树一帜。他全身心沉浸在比赛的节奏中，享受着这方挥洒过无数汗水和梦想的舞台。真的是教练培养你不容易，领导又这么重视，你要定鞋、定器械、定服装，都是无条件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为他们也要争口气。现在又多了一种想法，是真的是快到自己极限了吧，运动极限，快到退役的年龄了，就想把赛场也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舞台嘛。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展示出来就可以了。具文馨以太极拳第三名、全能第四名的成绩，为全运会之旅画上了一个不错的标点。从传统到竞技，从专业比赛到全民参与，从金牌战略到健康中国，太极拳运动的发展不断自我完善，改革创新。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在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过程中，古老的太极拳必将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一年一度毕业季，邯郸学院的校园里弥漫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青春豪情。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栋梁。太极文化学院的60名毕业生如羽翼丰满的雏鹰，迫不及待地飞出校门，一试身手。邯郸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生，邯郸学院太极文化学院2010年成立以来，已经培养了3届180名毕业生。同学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希望你们能以实际行动践行“潜心养德，勤心修能，用心践行”的校训。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谢谢大家。每年的夏天呢，都是学校毕业生离校的季节，作为一个老师收获的季节，也是最高兴的日子。在邯郸学院，从领导到中层干部到全体老师到普通学生，每一个人都会打太极，14000多名学生都要学习太极拳，而且太极拳呢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必修课，太极拳不及格是不能够毕业的。同志们，老师好！现在开始上课。太极文化学院的院长田金龙，2013年作为高层次太极拳专门人才，从扬州大学引进邯郸太极学院，从山明水秀的江南来到人地生疏的北方，转眼已经4个年头。用马校长的话说，是基于对太极拳的热爱和执着，是他们走到了一起。田金龙老师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届武术博士毕业，上海体院毕业的，而且他也是武术世家，他从小都练武，而且这个对太极拳呢，他有很深的一个造诣。那么他来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这个教师队伍的建设，应该说是提高了一个档次，提高了一个层次。今天我们讲打练合一，这个打练合一就是我
怎么打，我就怎么练，我怎么练，也就怎么打。来看一下，传承经典，啊，叙述引领，培养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太极拳专业人才，这是我们对我们学院的发展的一个指导性的纲领。所以说，我们一个古老的一种文化如何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必须要能够和现代社会能够接轨。那么这个接轨的方式就是要依赖高等教育，完成它的一个现代教育理念下的一个学术化的过程，一个人才培养的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才是一个古为今用。钟凯强、霍震玉、王征是太极文化学院2017年毕业生，三个小伙伴同窗四年，见证了彼此的成长，在赛场上相互鼓励，在课堂上一起切磋，友谊的小船顺风顺水，毕业的心情一言难尽。非常激动，也非常心酸，因为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四年，每天早起到傍晚，基本在咱们学校每一个没有人的角落，比如太极广场、小树林、老操场和新操场，以及太极馆、推手馆和小竹林里面，处处都留下我练拳的踪影。我自己在这四年当中的付出，可能我对得起了这四年，我自己是有所收获的。我没有说我去虚度光阴，我去玩乐，我是真正的用自己的努力，我做到了，突破了自己，收获了自己。肩外起手上步，左手搂移动心，右手往前推。作为优秀毕业生，回顾与太极拳相伴的四年，他们充满了学业有成的自豪，每一份成绩单都流光溢彩。而成长的刻度不仅由专业的成绩来衡量，还有内心的强大和心智的成熟。2016年、2017年连续两届都是在河北省大中学生武术比赛当中获得太极拳冠军，在河南焦作国际交流大赛上拿到了武士太极拳的第一名，在咱邯郸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当中获得了武士太极刀的一等奖第一名，专业成绩也是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练武的孩子个个身手矫健，敢于表现。在学长和学姐面前，这四位大二的同学明显多了几分天真的孩子气。两年前，当他们揣着录取通知书从天南海北来到邯郸，成为太极文化学院的一名新生，对于太极拳基本还都是一头雾水，关于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也是五花八门。我家是辽宁浏阳那边了，当时我妈说她没考上大学，想让我实现在考大学的梦，然后莫名其妙就来到了这个邯郸，开始我的太极生活。其他的都太普遍了，像我们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嘛，然后就是本科院系太极拳，然后感觉来看一看。从初中开始就接触武术，那会儿因为看那个动作片武打电影，看里边动作特别帅，那个腿一翘就能翘老高，翘到自己后边能踢到后边，然后就特别帅，然后自己就开始模仿，然后到这儿以后就一些训练课呀太极课的话老师都比较看重我，完了我也起得算是有点起着带头作用吧。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学推手。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太极拳从民间传承到高等教育，大学的师者将向这些未来的传承者们传播一种怎样的学术理念呢？
帮助他们对太极拳要建立一种怎样的科学认知呢？那么这个太极打法呢，可能我们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叫挂打。再来说啊，哈，啊，重心没了，所以在这时候过来，啊，在对方太极拳实际上它包括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自我修炼，就是要把自身训练的一种最完美最和谐，那么这种训练本身来讲它就是有益身心的，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看重太极拳的养生。太极拳里面有一句话说，毛笛愈重，你想一个毛笛七八十岁的老人能够打败小伙子，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敏捷非常有强大能量的这么一种精神状态，所以这个才叫做养生。我怎么样培养自己，把自己的本身本源的力量把它给调动出来。另一方面要讲的是它的季节，我们这种本身的能力所具备什么样的动力，这种动力的特征就是具备有空的特征啊。再看一下啊，好，它起空，为什么动作摔这么好，你看看这个动作，对吧，起空了，所以好啊，起空，所以在近身的一瞬之间可以制造很多空点，制造很多空点让对方在落空状态下来打击对方，所以说如果对方一旦不怕了，你就可以用拳头打。不同于大多民间求学拜师的弟子，目标明确，心智成熟，懂得拜入师门求什么得什么。刚刚迈入太极学院校门的大学新鲜人，对于专业基本处于懵懂、模糊甚至抵触期。老师的引领对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钻研的热情格外重要。架子不整用杆子叫，所以练杆主要练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练出那种整劲儿，第二个呢练出那种合劲儿、绷劲儿、钻劲儿。可是老师一共就那个两三下子，您能不能教我点别的呀，这个太枯燥了。练太极杆和练其他的练套路练器械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练感觉到比较枯燥，其实你练进去以后你才能够感到这种通达，这种舒适，这种通透，把这种道、把这些东西练出来。所以说就是不管练什么都一定要能够坚持下去，能够耐得住寂寞，这样才能够一直练到你身上有了东西了，你自己的感觉就有了。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位也，有大师之位也。大学实行通才教育，主张健全人格，有教授治校，有学术自由探讨的风气。大学仿佛静水流深的清泉，浸润摩挲着每一粒怀抱当中的石子，寒来暑往，同学们不但学业精进，也开始感悟友谊、处世、人生等广泛的命题。但是学上之后感觉真帅，浑身都在动，包括身体里那个劲儿也在动，内劲儿。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训练完了这一天，然后站在门口，因为衣服都湿透了，然后比谁拧的汗水多，然后就跟水龙头似的一拧，哇，出来了。那个时候只有感谢，感谢对方能陪我，陪我出这么多汗，陪我一起增长我的功夫，陪我一起很枯燥很乏味的去练。我感觉啊，太极拳真的挺神奇的，你说可以让我平心静气吧，以前就体育生嘛，有时候火气比较大，但是现在了，哎，也明白了，做事没有那么大的火气，因为谁也不欠你。要说的神奇点吧，就感觉就一场太极就好像一场人生，有起有伏，有快有慢，有大起大落，啥都有。学习、比赛、社会活动，
经过饱满充实的四年大学生活，他们信心满满，意气风发。作为太极拳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青春与成长已经烙上了太极拳的印记，在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也处处彰显着太极春风化雨的影响力。学校的目标就是当一个教师，人民教师，能够从校园里使孩子们从小开始接触太极拳，了解太极拳。我考的研究生学校是沈阳体育学院，我所报考的这个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方向下属的太极拳专业，选择填报了国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就是希望从点滴做起吧，就是从一步一步的来，就是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能使太极拳传播到更广。就可能我要会面对一些生活条件，然后环境这些困难，然后作为自己来说，可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同样选择去帮助一些别人或者是奉献自己。我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太极拳，如果让我练拳的话，可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不让我娱乐，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全部贡献给太极拳。我想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太极拳练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状态。邯郸学院2017年中国武术太极拳段位考核现在开始。书山有路勤为径，大学四年就是不断攀登的过程，武术段位制考试是他们应该翻越的一座山。2009年，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全球首发，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大众回归传统武术，加强传统武术的标准化建设。练打合一是武术段位制的技术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技术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可以自我研习，两人切磋，实战对抗，可以强身健体，愉悦身心，修身养性。这种融多功能于一体的鲜明的技术特色，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根基，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武术的贡献。因为中国传统武术就讲究我怎么练就怎么打，怎么打就怎么练，特别是当今社会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武术在这方面打练已经分离，由于分离以后导致了许多技术上的偏差，那么这个偏差我们现代社会需要要对它做一个弥补，所以技术它应该有它的规范和它的标准。段位制通过打踢拿靠摔这么一套体系建立下来以后，它是基本上表达了武术的技术元素和它的创编的这个理念，大家会逐步的认识到段位制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太极拳文化博大精深，泽于人类，它传续了武学的忠勇与血性，成绩勇兮又以武，忠刚强兮不可凌，又继承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与智慧，并永远澎湃着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激情与力量。新时代的传承者风华正茂、青春正好，他们将铭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断创造中国太极拳文化的新辉煌。